别好玩。哦，外公，天气好快，天气好困哦。那会被你吓死哟。就傲气慢。
暗冲暗冲啊，跟隐冲又没追矮吧。真的不冲吗？你不冲了吧？哎，冲你那是我。俺不冲了。你。你不送给你啊？哪个你不打？一本单一没有封印这个书啊。
的耶，你只给我烫干，那黑拿他的，我烫个干的，你快，你只给黑拿他的，哎哎哎，你过来，你等一下，你看哦。好像系个平时嘅生意啦，个吉时都来只哈。你跳牙丢骨啊！对我也不想赚自家户口，就叫我不是丑人咯，自己一点规矩都不懂。你别把拉的太厉，我见过你的吗？哦。哎，这你又是来了？哎，哎呀，用第一单，我来卖玻璃哩。做嚟咧，等一等，家，原来这么惊，第一，喂，望都冇睇嘅，雄哥啊，你哋攞个雪茶，茶是唔是雪茶？我就说嘛，第一从来开卖的无理理嘛，冇问题，慢，雄叔，你无理理系我嘅，还催成嘅啊？牙嘅也系假嘅，假嘅也系牙嘅，危掉水假而嘛。系呀系呀，等一等，卖出去啦，那就是坟场嘛。哎呀，唔错哦，雄力雄情嘅坟乜嘅场啦，哎呀唔错唔错。哎呀，会嘅会嘅，咁年轻归年轻，胜利归胜利嘛。刚好啊，我们呢刚好可以结班统统一张。买的玻璃亮，太亮顶顶的，请坐你。等一下，哪个玻璃亮？啊，都是伪装的，都不求你买哟。阿翠呀，等一下都要开眼笑哎，几张纸根本都唔能开呐，你莫生事哈。呀呀，妙风妙风，他没有什么好体面的哈。想占你的便宜，哼！妈，妈，你莫生事嘛哈！个第一条生，还同你开玩笑的嘛？开玩笑？嗯，他又按你开玩笑的哈？卖困家，分明就是故意的哈！伊啊故意就来出我洋相，哎，故意想帮我卖，出来是爱的，对，妈，你讲的有道理，你讲的妈给都是对的哈。没故意咩？你没故意穿个样子。妈妈妈妈妈，你看，爱汤做到来，出到一时的好，爱谁是谁的，爱谁是谁是的好。哎，其实他毛妈的呀，第一做东西开玩笑呗，跟你们可以东西开玩笑，跟中间谁在的是几个妈给东西哎？你。我还佛师呢，你还是要做嘛该吧哈？啊啊啊！啊，可能你跟老婆被人家欺负，啊，人家屁都不着风啊哈！你还多么个刁毛成精你啥？哎呀，还不是这哈，还毛本事，还奇怪万幸。个第一个就个，也系只王安叫来嘅喎，他潮汕刀台啊，我哋户口嘅反属户里啊，那个是少年咩哈？我就买两打桶呢。平时一扎，第一扎，你做么个？你对我吧哈？我弟弟给妈给好处呢。哎呀，你要去妈，不要按你同你计较啊！本来啊，我两家人那个关系没结好个了，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老婆啊！
你这面试的哈，他凭你上我们讲哎呀，俺不讲哈，给你连人家你都讲哎，你讲我倒强靠，强你家给年轻容易，靠万人家给年轻难呐、啊。老婆啊，你还不是爱的，凭人家不理解你，难道爱还不理解你吗？哈，无论是对天还是对地。爱丢都做得问心无愧，尽心了也尽力了啊！尽心？你请你妈个事吗？你请你妈个吧！平时穷些多的，你可以过几多呢？将来去到个上市都得买一套房，你有几贵？你抵得吗？上市都得开销有几大？你有抵得吗？你有理，你跟我啊，哪个都有道理哈。收睇嘅系岭南戏曲频道。
啥？请问妙峰主播风海一，坐到来的呀？你请给怎么个呢？哎呀，那个粉丝，粉丝不？哎呀，不是的。亚三罗里加两闺蜜，三斤之后看你减肥。买的上啊你吗？哇，你就是传说中的苏琪莫莉莉啊！就是啊，四哥，我同你讲啊，我当年古太城同志啊，大家爱在莫莉莉闹革命的时候啊，最中意是他，就那个莫莉莉。哎，四哥，买几多的来啊？古太城。哎，哇，太凶啊！阿姨，我可以采访你吗？你同我讲下你顾太春同志故事，可以吗？哎呀，唔得闲，好我问下无理理啦。呀，生无理，眼睁眼灭。哎，四哥，到这来，到这来。哎呀，大爷啊！走过路过，上过桥的。亚桑无力眼睛你哎妈给到车一件啊便宜便宜这上开车一件吧上市开车好很贵哦风海多妙哦亚桑买新开车呢风海一风海一风海一同那个比嘛对吧这家都人工种起大豆的里面发片又喷你农药的哪家年上太的哎呀上的你看那个眼色那个用意一亮了吧阿姨这个他买一个多了买买买买买的我力量啊老娘用做事的给你一买那用你一买给你买个死吧跟我力量有人工种植的呗哈房是开成一间吧你要、啊、这里施工的是暴力跟那边你敢亏着哟你买的东啊就靠国民的本事你啊这么给我打老鼠还多个喊事哈不贵不过哎唯一十米贵呗阿姨我妈哎哎呀这个你个无力量我的无力量啊满三倍啊都是你们不能骗得掉你阿姨求你们要好吗我呀有没有锁的我想是采访外面阿姨将买给我的你呀你呀就没来捣乱好吗阿姨我买两斤买两斤啊哎呀哎不买啊哎不买啊就不买又没买个宝贝哎四哥我发你的哈我不过呀这么五斤多大的我带你来睡觉我一斤多啊请你咋给到哎来来来买牙的来呀有生存的来买牙的哎呀这三九买牙的哎呀这三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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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三
个错呀，你是错呀。主人，跟你老婆做好事，你管哪不管不？管，当然会管的。该有该罚，该有该。你想谁的盘爱？哎呀，老婆啊，那一天我几千呀你。主人，你就想损失啊？阿强啊，你放心哈，我一天爱公事公判。公事公判哈，他今年你就总来判这黑怕是非了呀？没问题。嗯，马克思啊？哈？马克思，听都没搞笑哦，就先哈判手吧。你这是糊涂官判糊涂我喏。哎呀，得挨骂你的呀。该的谁过的呀？就想通来买我的呢。几呢？就暗讽几啊？没事，过来抢啊腿啊！哎，你们乱讲不？哎，来啥乱讲啊？你们乱讲吗？来啥乱讲吗？哎，你们乱讲吗？来啥乱讲啊？来啥乱讲啊？来啥乱讲啊？这个，过来，过来！哎，刚才有哪个事吧？哈，这个有哪事吗？有！你看，有。哎呀，到底有啊没啊？哎呀，你呀这么难的叫呀，爱看你啊，比你还够糊涂。那没就来无理你的事吧哈？阿强啊，笑死笑死啊！妈给我厉害的笑死啊！天空飘过五枚石，那都不是事啊！真的没事？温度你门口表态，五枚石。
气哈。阿强啊，跟你呀就不同噶。哎，你跟你呀用过来都哪个凉茶都有问题哎。是呀。哎，你讲嘛干？哎，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不对，你必须都来讲清楚。哎，对，你必须来讲清楚来。你是哪的呀？哎，是他金红的哈。哎，你是金红的吗？给我。哎呀，你两啥个问题啊？好严重哦！一家就面子问题，一家就丰收问题哦。那个地皮啊，太白道，乃是问那里金东的干嘛？我就问你该点给你。问题嘛？哎，对，啊，不准推下子耶！如果啊，今日当你都唔肯通爱改嘅到啊，你就不准借，不准借，不准借，哎，不准借，不准借。你们一路啥抓到一条蛇龙蛇虎？爱着了哈，伢了哈啦！这个啊，门上啊，冇笑死哈、啊！我做好群众工作啊，赶紧啊，要了解群众啊，最关心的是马的问题啊哈！噶天空大大雷公，来大家阿吹也可以解决。噶人间的烦琐事啊，哎，我的老婆，哎呀！可以改的，但你无力量啊，冇乜嘅嘢解决唔了嘅乜嘅事啊！厉害，厉害！这个你系我啊，系叫平客，来无力量采风，了解风土人情嘅。哎，中年，你嘅水平啊，嘿，真高！
个佛师那样水平，真高真高。佛师那样，四哥啊，你唔懂啊，你行四分节业。四分节业。哎呀，真的没没想哦，村民要么我是你做村主呢？跟哪个人爱金铺啊？赶紧啊，我有个好老婆。崔婶还好老婆啊？哎，你呀、啊，我看你人缘差哈，人品啊好啊。想当年呐。都凉了点，凉吧，还没转来呢。酒里吗？我点出来。哎呀，唔骗人骗者，啊，什么个酒啊？个反跳蹦酒啊，喷喷上，个本得沉重啊，我都唔懂哦，哼，没意思，你听咩？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哎，是是是，对他俩最喜是。最喜爱啊。等到骗子以后就工作啊，个烈滴滴酒里啊，动手也唔到老乖，喂，今日系你有冇个好事？哎，冇冇冇冇冇冇，十分赔偿嘅题冇冇冇冇。你看人家拽啊都笑黑唔妙，啊骗来啥呢？你真系老夫老妻了。来，开工，倒带。哪个好事啊？等你猜。
别讲啊，你把你哈的俺老婆骂的太土啊，吹是太欠做呢，还能有骂的太土啊？肯定很危险啊！多少？你不清空啊？同电梯出过，你贫困户嘅命一家，让我啊，本家死有几年，我挨到要食要着，唔死啊！尽力后退啊！马上撤退！小平一家，你把俺老婆用没用啊？有过事，可是还找好老婆啊？但是你不懂贫困户，同你动手，村子村主人有嘛干事没？就是因为他推了个贫困户的名呀，上村民呢因为爱高风亮节，是个吃得心硬的人，所以才问该生计的时候啊，我呀就高票动手了。在你屋里两座村中人啊，水平高冲个大啊，是毛毛的紧要的哈。这个应该呢，你是我一碗水我端平啊，我潜心诚意为你们。那个屋里两个男人啊，多的是。你看就是得意哈，你义务为乡亲们买三副，你做个些，就会爱村中人应该而做个些，是吗？叔叔，又得个背后讲某个坏话。好吧，好吧。以前俺屋里两个太男人了，去采访你就冒错过了。你就慢慢谈，慢慢谈哈。叔叔，哎，叔叔，冯海姨，你是冯海姨啊？你嘿，我是小平客，你给他滚粉丝啊！哦，以前改扎想吃烤饼的小平客，我没怕写出来，冇生发密码。冯阿姨，你咪讲你了就革命家添嘛？冯远从前后，前头帮我变咩交通生嘛？我呀想去采访，你带我到下。赶紧上山。你看到了没？凶手？哇！果然是革命家庭的后腿啊！难怪崔顺又暗用了高风亮节。哈？崔顺？咦？高风亮节的？哎呀！这改着陈村里啊，除了高风亮节，他给哪个事情你都做出得个？你两个人还有没个恩怨啊？你谈什么个恩怨吧？我呀，才困不是个。做么个啊？你，讲来话长长。
熊哥，你过来了呀？哎，还早出来了。昨日是被查了呀？哎，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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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不是查，不是查就白给人了。大爷，是把你和爸的白给人。熊哥，你走，你走，你给你老汉有嘛个事吗？哎，来，哦，哎，汤公啊，啥不要啊？菜啥？刚才那轮无力量送气，阿熊吧，哥，你是困是吧？那就不是困了。哥是困哪里啊？哥汤公来家也是生意给团生意。你要低哦，你通我刚刚没有单调啊，可是分赞叹哦，发克雷里个牛带，娱乐悠闲，太妹妹里个谢妹妹，熊哥来哥来哥，熊哥。还默默的，你说你是空，你说你是空。刚才蹲了，阿强啊，刚认识啊，唔少负伤的，你要用自己人就得安心，个发痛的人。其实这些钱啊，我也不希望你今天求我还了，但你可以钱哪个钱啊？我跟老鬼同意偷着的5000块钱三副卡了。太初啊，替兄弟妹买三副帮你抬个案多，我本来啊就不认过，但你我跟平时的学费马上就按到我。哎，我也是没办法的。你说熊哥拿着5000块钱不你我会派出三层熊哥来给付款。哎呀，这张三给没送你讨厌没？
嘴，有些话爱想问下。哎，你讲，哎，你讲，你要慢点讲，你害出帮你收着你三宝看了。其他的上司都那个习惯，就被你听完了。讲到三宝看了，拿到的手，真正啊，开五千开财。好，刚来再问你，你是个人了，太重的手叫三宝，还能帮大家买三宝呢？还帮大家买三宝？三个人都一分钱吗？冇，佢呀，佢还贴运费。如果你都你的辛苦费吗？冇，佢还一支过呢。头奖过你都你的破产吗？冇，佢还贴俾人工。我不敢太住，一三年行得真提得去。海上的水母鞋底压你呀，爱刚五千块钱呢，来马上转身拿转把你。哎，阿强，那个老鬼没见呢，真的爱丢我力量在牙毛替你这兄弟时期，业务卡喺党嘅边边交通上，系咩啊？系啊！今日太公曾经喺面接待过好多党嘅干部，对唔对啊？对啊！今日太公肯定做过马公飞师长，我唔记得啦。几系人民英雄，有冇你话马公飞师长呐？我真嘅系唔记得嘛。总比前面同你讲过嘛嘅？讲过啊！讲过嘛嘅？那爸爸无力量的风头把下，才是真正的英雄呢。嘛个意思啊？当然，好多来外家的穷山党员，都会给唔当高个神圣子呐给你们。无力量有几百只双亲，但凡有一盏英雄是没干的很新鲜呐。那卡早就本事讲了。徐安勇啊，嗯，不可能，不可能徐安勇啊，徐安勇啊，哎，你还给
你老去，你有吗？你会冒风风烈烈公费事件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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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是问阿爸，你别搞金子，我呀，只能有几次喝酒哈，拜拜。爹爷，你没把春节我出去旅游吗？你啊，千万莫出事哈。我小事求是，你管得到没？爹爷，但今天他见女啊，女如传染病，情况啊，有没是分明咯？我有唔方便同你多讲，但系爹，千万莫出门，千万莫出门嘛哈。咁鬼啊，真是烦死了！故弄时神。真真还马包囊哦，哼！好，多谢哈。
房间。你们按都做乜嘅？崔神，系生呢条，是爷，系哪里买嘅啊？崔神，我最近牛一下是上火，正好啊，买家过来，几多钱啊？天时时期啊，我个180系买唔到嘅嘛。崔神咩？有我人呐？小平啊，来来来，你欧呀，收钱来送回你哈，给我妈好送给你。翠神，太公该帮忙了哇，盘古快太替肥哇。我老陪你啥吧？哎，180吧，俺都唔买哟。送给俺，俺都唔买。哼，讲明哟，两三年穿个半烂件件的事，钱可莫再出现的哇。目前为止，老人头个可干净，只能把人间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不炒药，不信药，不传药，可好可以最重要。你爸来啥？来啥子？钱来啥哇？那做你妈干嘛？自家做，自家的。你等一下，长夜太久，我多管闲事。妈，全民抗疫，人人有劲。妹你咁唔好当人家发财。李阿强，你干嘛干啊？我系搞有自家子，我做人啊，我有分寸。你个崔姓用你本冇分寸冇，个李家师兄啊，也只有几将上来当卖半烂件。你半烂件啊？会唔会仲高啊？高还是高？你笑嘛干啊？你笑嘛干啊？业务卡。你两个人穷些到有哪三个上面买个困难样的呢？
上买给自行看了。崔氏一盘万金，太小。穷途还宝贵，穷途还宝贵哟。雷叔家，还用我这个工资买的。天妃，上你上钱的，这西门还有相克呐，没必要，没必要。哎呀，外婆家，还是外婆哈。等一下，哎，不好意思哈，哎。来来来，我去陪陪你啊！你是做啥？从来都不会说不叫。哎呀，想嘛个啥？啊，唔叫挨不跳车呢哈？唔叫挨不跳？唔叫挨不多跳车？妈，你傻货！那个顶级这个野球手机，唔知几多钱？个雷手机，那就专门买了送本地的。我佩佩，你是一名年卡可以监控啊？妈，给我按摇号，等我按到你的面，不你面你本来呀、啊？你，林毅，你说哈？挨着我，好，我来喂。妈，万众本爱，万众本爱啊！妈。送本，就当阿哥送本老妹给哈。来，爹，你爱用钱的吧？刚才就输下了喂。妈不拿，你阿妈好像上的喂。算了算了哈，玩的没耶？爹爷，爹爷，爹爷，你手机啊，还用我这个工资买的，来哪里算？来，你说哈，哎，又是求你呢。干你们干呀嘛，法师傅啊。那嘛，你求俺用你，你没事同你计较。罗佩佩，我还在弄完那你了哈，你都快讲清楚了哈。哎，你快你快，呀嘛，法师傅了，该等着他的呀，请能给我出手。反正呐、啊，还要走了。走。赵杰啊，以后都冇多做嚟哦。今日以后啊，也唔见多做嚟啊。我佩服，你嚟就死色冇良心嘅王阿娇啊！我容易两手烂，我嚟就手指头都唔耍得通你啊！你爹唔到你嘅老脑，我真要打响你去。不是武汉吗？武汉，哎呀，你是武汉做么片的哈？是哦，只知道一天严格控制一两顿，来放里面，是哪去吃饭的？天马哥，天马哥用你是哪？那还穷山东爷？你还能拿来的呢？我不同意。这样，准备开始。妈妈妈，你，阿爸，你欠哪里阿妈娃？来。喊你看娘妈的！你坚决反对！你是做来吃那个英雄的！
宋世刀海，爱都他你，格雷次你，你是用我自家的作为主吧？你我有你哎呦给阿爸你要随你呢我陪陪你共来吧还有天理吗阿爸妹妹娘吧阿妈叫妹妹娘吧好我一叫我来给我一叫我来给好了吧你要没讲的还来丢阿爸，爱弟弟，父母恩情，比天太，天太哩，欠你丢人家啊！妹啊，救命之恩，永生难报，亲爱，强压八戒呀！老贵，阿爸，老贵，你没个意思啊！爱从娘嘛。你留守，你留守，别让自己该吃不喝。啊，有个你有一点都是我觉得，发誓给，发誓给呐。天飞呀，你要动态力量，好多事情要用你逼的。出生的时候，你的亲生阿妈就走了。爱从你的亲生阿爸，去到上都里打工时的工友啊。有一次，爱就突然是好多里写信里，有我好中间的时候，爱突然两脚出筋。你的亲生阿爸为了救爱。
亲生阿爸的一条命，抢你亲生阿爸的一心情啊，所以该就收容了你啊，爱中亚妈就犯事一天都会把你当作亲生的儿子一样，就再也不会伤孩子了，就害怕偏心
着秋兴阿的亲爸，亲妈。妈，我呀，就明白了，我探你的，不是不婚了。我今天哈，就同自己公民请过哈。哎，坐哪里？哪个来的呀？状态啦，阿妈来哈，我尊重你的身材，哎。想开了，
阿妈，你真给同意了。阿爸，看你阿妈的。哎，阿妈。爹爷，来，你手机啊，我需要准备用来收买你的。刚才是不可以后啊，麻烦你替我照顾好两位老人家。哎，还有，不准再欺负阿妈了哈。Yeah.